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小阳 Michael， 今年26岁。在20岁的时候呢，我在街头唱了4年的歌，看到了很多人生百态，有开心的，有不开心的。那后来就拿这些经历就开始创作，写了2张的粤语唱片，然后都是自己写的歌。但是普通话歌比较为人熟悉的应该是陈奕迅的《陪你度过漫长岁月》吧。所以这一切其实都不是我计算要怎么样去成功啊，怎么样去卖歌啊，都没有了，都是抱着好玩的心态。所以这一次来参加节目也是一样吧，希望好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小阳 Michael。今天我唱的歌呢，是我第一首写的歌，叫做《Cope with Life》，希望你们喜欢。关于创作的话，我大概是20岁的时候写第一首歌，那时候因为生活不愉快，然后就要宣泄，但是那时候其实不知道是怎么写的，好像自自然然就写，但是后来因为要经常写，所以要找个原因到底是怎么写的，怎么破解这个创作 的谜团，因为 很奇怪创作这回事。后来发现其实是从生活里面来，生活的意思是有时候是做梦，因为我是一个经常会记得自己做什么梦的人，然后有时候在梦里面我会自己写歌，就是然后就是唱了一个旋律出来，然后就把它记下来，有时候变成一首歌，有时候是从生活那里来，生活我会去丰富自己的生活，比如说2018年我去了缅甸，还有去了南美，好多地方都是比较精彩的大自然的体验。有一个5000级楼梯的庙，你要上去那庙去看日落，但是那个庙呢，你不能穿鞋子，所以那5000级楼梯你要赤脚的走，但是那个楼梯全都是猴子的大便，然后你上去以后就满脚都是猴子大便，就在那里看日落，就觉得人生好奇妙，就在那里哭，就是把这些经历融入在创作里面吧。